在冰箱的永远不会坏，长生不老。所以只要东西逼到冰箱，我们家的冰箱就很恐怖。但是它就只有冰的，没有坏。如果坏了，拿去蒸一蒸，吹吹的喝啊。尤其是屏东在地的这个我比较在意，也就是说对故乡的食物的一种，你说执念也好，说是一种习惯也好，但我们人都有执念的，必须要有执念。